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看完《唐人街探案三》之后，我不禁心中涌起一股热血，中国要有自己的系列电影了，这是一种很振奋人心的事情，而这也太令人惊喜。刷过《唐探一》和《唐探二》，喜欢侦探，更喜欢《唐探》系列的我，这一次并不是被侦探故事所震撼，而是被电影的立意所感动和震惊。因为说实话，真的是非常的出乎意料，《唐探》系列的立意高度应该当属《唐探三》的立意最高。而这里我不仅看到了唐探宇宙的希望，更看到了陈思诚导演的野心和决心。而现在看来，唐探宇宙这个大 IP 做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其实在电影《唐探三》放映之前，唐探宇宙已经出现雏形，而现在三部电影加一部网剧，电影中各部的关键人物，唐探一里的天才少女斯诺，唐探二里亦正亦邪的宋轶，网剧里王宝强的徒弟，泰国第一侦探兼清道夫的林默，深藏不露骗过林默的美女 IVY 等等，这些角色都曾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一次的集中集结，我们看到了延续的故事，更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，因为各种伏笔仍在悄悄埋下。唐探系列到如今的唐探三一定不是一个终结，而我觉得这可能刚刚只是一个开始，这个开始更是唐探宇宙的全新开始，而未来的各种预期更让观众着迷。再来回顾电影唐探三的故事，这是发生在东京，也就是本格推理的诞生地。东京相比美国纽约和泰国曼谷，国人的熟悉度更高，日本密室本格丰富的元素造就了更加高难度的悬疑剧情。密室杀人重点是在密闭的空间，看不出任何外部强行进入破坏痕迹，一人死一人昏迷，凶手是谁成为谜题， Q 的最终身份也是唐探系列的另一个谜题，更是终极话题，那么也是唐探迷最想在唐探三里知道的答案。而这一次答案揭晓之后，我还更想知道作为影迷的你对这个答案是否满意，毕竟曾经的百般思索直至今日终于换来了答案，唐探三或许能成为今年年轻人的春节标配。那么还没观影的你，趁春节团聚时刻，带上你喜欢的人一起去看唐探三吧，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